两把恨劲，一个恨天，恨天无霸，还有一个恨地无还。这两把恨劲呢，就是一个起把，一个落把。恨地无还呢是起把，是落把。在心一六合拳当中呢，有个去把，一个回把，还有一个摇把，还有一个横把。在这个当中来说呢，去如错，回如钩，这个呢，下面讲的就是摇三把。这个摇三把呢，外面有很多人讲呢不一样，叫摇三把，有的摇三把，有的摇三把，对吧？但是慢慢的在摇三把，闪电的闪字，这个讲的人比较多，所以呢，现在呢就讲了摇三把，对吧？它都是同音，对吧？所以呢，在这个当中来说呢，摇三把的几个要令一定要掌握。摇三把出来的时候，对吧？摇三把出来是这个，这个手要领，这个手要抠着它，要领进去，要这个地方要撑着它。这个呢，后手呢是挤在这个上面，它不能出去，因为它挤的肌肉这个地方，它出去正好到位，在这个位置到位，这个摇三把下面呢，一个音珠。他发，这是虎出把，这个呢，是个摇把，这是个闯把，闯出去的，所以我在上面写了，对吧？写了这个虎出，熊把，熊把，这个熊把是夹进去的，这方是夹着的，这个夹住以后，一开始练肯定都是空的，它个熊把没进。这个打夹紧，这个要夹紧，夹紧以后，它是什么呢？裹裆，这个裆啊，护裆，护胯，护肩，护腮出去的。它这把劲呢，其实是裹劲，在这个练这个摇三把当中呢，是吧？前手。领后手，前手领后手，后手这个后手前吹前肘，他吹在前肘上面。所以呢，在有的人练是这样练有的是这样练，对吧？我们是这样练，所以下来的时候，叫摇把，这是闯把，这是他突把，摇把。闯把，这个呢为什么呢？虎扑以后，熊形裹，他裹，这是塌下来裹的时候，你这个地方不加过来，你肩护不上，肘护不上，这个熊形呢它是护两肋的，护两肋，所以这个地方下来以后要护，才能。才能护裆，护胯，护肩，护腮出去，这把拳呢打出来的时候呢，就慢慢的啪，这是这个后手呢，那到这就为止了，他这个是到这就为止，不能松，他到这一挤，打的时候到跟前。出的时候到这，塌下来，裹，这个把呢，其实呢，对吧？在心一六合拳还有一把拳，叫云遮日月把，它的云遮日月把，云遮日月把，他练的时候是这个样，其实，就是摇三把。他的大，对吧？云遮日月把下步，这是两个手，一个云，一个日，一个月，这两个手是两个云，下面是阴把，叫月把，上手护头，他的翻，裹，
啊，这个劲呢就打的时候呢，它是一个护头，所以摇三把当中护下、护头、护身。哦，在打的当中呢要一气呵成，在打的当中呢就是说呢，我打摇三把的时候，啊，啪一好，其实这个劲要攒上劲，就是阴多劲。啊，哎，熊塌虎扑啊，熊果。哦，打出去要这个要领住它伸不出去的，要领住它，哦，哎，就像火车轮子一个大轮，那火车轮子大轮，这个呢就像火车轮子那个柱子一样，哦，这是一个旋转的劲，哎，气去了以后下来以后啪，哦，这个呢不能高，也不要低，在哪个地方呢？这个眼睛在鼻子地方，从这看进去，啊，这个手要旋，啊，要磨筋，啊，旋不磨筋，这筋要领过来，哎，打的时候到这，啊，坐下来，啊，打的时候这个人啊要往前闯，在打的当中呢，在练的当中呢，一个踩步要三把。哎，踩步要把打起来的时候呢，啊，要练踩步。啊，这个踩步要三把呢，所以踩扑果蔬诀我在上面写了。啊，这个脚是踩，啊，这一起，脚是踩，扑果蔬诀啊，诀是决断的诀，就是把那个树枝给决断。所以在踩步要三把当中呢。在练踩步当中，我原来写的个踩击步，踩击步当中就有这个，啊，这是单腰吧，这是在基因六合拳讲的单腰吧，啊，后面呢就是双腰，也是腰腰三把里，啊，它这个腰三把呢，就是跟龙吊榜一样。这颠一步插过去，啊，这颠一步插过去，啊，这颠一步插过去，啊，因为龙吊榜讲了在前面，啊，龙吊榜讲的是颠一步，是吧？过步，跟步，啊，所以在龙吊前面讲那个单踩步摇三把的时候呢，是踩击步，啊，踩击步它是这样。哎，那，哦，这踩击步，踩步要三把，这是后面呢，就是新六合拳的吊步要三把，其实也就是龙吊榜一个练龙吊榜的时候在练这个腿的步伐，啊，这个步伐一出去，啊，那，啊，打到前面，这一出去一个穿掌下去。哦，翻滚，哎，四面，哎，都可以啊，哦，这是哎摇三把的这个练法。